晚上喝的晚安安瓶，睡前喝的，睡前喝帮助睡眠吗？对，其实因为它里面有添加那个 GABA 的成分，是。那其实我发现我喝了下来，我自己觉得我睡眠的状况比较安稳一点点，比较深可以深层的睡眠，比较不容易就是因为一些大小声就我就醒了。对，而且其实它里面啊一样就是有添加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，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边喝。边睡觉的时候边保养，然后我起来以后，我就发现状态啊，然后肤况气色其实也蛮好的。甚至有一次我就是在直播的时候，大家就说，请问你今天擦的是什么牌的粉底啊？我想说，没有啊，我今天完全是无妆的状态。因为你知道，脸书直播其实是非常 real 的，你完全就是可以看到你的，对，完全没有滤镜。我想说，我竟然被大家还称赞的，我想，那这个真的还不错，而且那好喝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喝。它里面是加那种红石榴，而且真的，因为我老公是腿控嘛，就是我觉得，有一阵他摸我，一直摸，我就想，天啊，我是不是不要喝太多好了，因为那个肤况变太好也不行，这样子很困扰，晚上睡不好。不要再真的，不要再真的。一个晚上都有一只手在你腿上。对，睡觉起来，女儿就说：“妈，你真的很像睡美人呢。”这其实也不错。我觉得口感很好，口感很好，比较清淡，清爽一点，对。所以晚上会很适合。